我想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，人类早就已经可以坐太空船去外星，但永远无法度去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。有幸要是听爹的话呀，咱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。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，穷病。不要找点他嘴里，不要不要他嘴里，哎呀，我得找他，找他要不搞。你都不会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有多恶毒。我是不要脸，可我没死，我得活着。